出适合家庭使用的私人肠道清洁仪器，让您安坐在家中轻松体验医疗高科技带来的舒适排便感受。享受独有科技顶级排便感受，就如同驾驶顶级房车一样轻松快速，随心所欲。伴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，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，投身于全球瞩目的健康产业的建设与发展，奉献出高科技创新优质的肠道清洁产品，为世界人民奉献健康与美丽。结肠清洗是人体内部垃圾清理的物理方法，人体内部结构的复杂情况绝不亚于一个城市，如果城市里的垃圾不能及时有效地清理干净，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生活。清理人体内部垃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家用结肠水疗仪不用任何种类的毒性药剂，可以清除人体大肠内的代谢废物。排毒效果好，速度快，五至十分钟可以清洁大肠的脾虚以下肠道，十至二十分钟可以清洁肝虚以下肠道，二十至三十分钟即可完成对大肠的全部清洁。便秘对您的身体产生多大的危害吗？您知道采用结肠水疗方法治疗便秘又是多么的轻松和方便吗？现代人普遍纤维摄取不足，久坐少运动，容易引起便秘、腹胀、消化不良等等问题。现代医学证明，便秘导致粪便堵塞，促使这些毒素不能及时有效地排出，由大肠壁吸收，再经血液传遍人体各器官，可能引发许多病患的产生。那有没有一种快速有效、方便舒适，又能保障个人隐私的方式来解决以上问题呢？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推荐家庭水疗仪器，它是现代科技的新发明，人体的垃圾清道夫，全新物理解决便秘问题的新方法，非常适合个人在家中使用。用非插入水疗方式，只需将它特有的弧形水疗头贴敷在肛门口，经过仪器处理的恒温纯净水就会顺着肛门进入大肠，然后迅速在宿便和大肠壁之间形成一个润滑层，挪开水疗头，宿便就在人体自然排泄机制下自然滑出体外。接下来反复多次将水疗头贴敷在肛门口，恒温纯净的水就会进入大肠更深的地方，把大肠深层的宿便和废物残渣清理出人体。只要25分钟，您就可以轻松地排出体内宿便了。水疗仪的安全保护是通过温度、压力、水质三方面来体现的。我们都知道人体大肠的恒均温度为36.7，温度稳定保持在35度，不会出现过烫过冷的现象。压力的安全保护是这样完成的，在大肠内压到达10千帕时，仪器内部的安全控制系统就会自动断掉水源，绝不会超出人体所承受的压力范围。另外，结肠采用的水源经过严格的过滤净化和消毒处理，水质安全可靠。以上所有安全控制技术可都是采用高精密的微控技术哦。夏天到了，女性同胞开始展示她们婀娜多姿的身材，但是要有便秘的存在就不太好办了。囤积在大肠内的粪便增多，会使原本平坦的小腹鼓胀许多，严重影响爱美女性的心情。只需要用水疗仪25分钟，将体内滞留的粪便清除，小腹立刻就会变得平坦顺滑。送礼，送什么呢？朋友推荐我放水疗仪，有档次又送健康，父母健康了，太太满意了，朋友开心了，同事关系更。水疗仪可以放心使用5年以上，每个人都配有单独的水疗头，全家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。这样算起来，一天才需要几毛钱，所以是经济又超值的健康使者。用自然的物理方法来快速清除体内垃圾，用全新的发明来保障您的隐私和拥有健康。水疗仪是高科技医疗器械，已获得了国家多项专利，同时在美国、日本、法国等世界近20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申请了发明专利。如果您不想再为便秘的问题烦恼，如果您不想再为自己的健康烦恼，请您拿起电话开始订购水疗仪，您将会发现从拥有它的那一刻，健康就会永远伴随您。操作使用过程的排便力只有500千帕，是普通人正常排便2000千帕用力的1/4。
并且更加时尚。每人单独配备水疗头，就如同每人一个牙刷一样，避免交叉污染。使用过程只要保持腹部的挺直和放松即可，无论站、立、坐、蹲，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家用结肠水疗仪。而水疗头根本不需要进入人体，只要贴敷在肛门口即可。只要您将水疗头贴敷在肛门口，纯净的水流立刻注入大肠，挪开水疗头，自然排出被稀释的废物残渣，这样就完成一次净肠过程。根据个人需要，可以3到5次完成排便，9到10次清洁肠道内宿便。仪器配备超滤膜净水装置，整个过程的安全性由微电脑控制，仪器内部水电完全分离，大肠内压力不超过10千帕，水温恒定在35度，只要超出预定，马上会断水断电，关闭整个仪器。家用结肠水疗仪在自己家的卫生间私人单独使用，就如同私人医生一样，呵护您和家人的肠道。安装过滤装置，关闭屋内水阀，将3通连接水管，连接超滤膜过滤器的进水端，出水端连接活性炭过滤器。先检查仪器使用线路是否满足使用要求，220伏，15安，降。进水管连接过滤装置和仪器进水口，出水管连接仪器出水口。进水管连接过滤装置和仪器进水口，出水管连接仪器出水口和水疗头。电源线接好就可以操作使用。